朱大哥是贺岁帝。每一年的过年有了朱大哥，我们才觉得今年哈、哦、觉得过得很快乐。所以邀请朱大哥，也要不要谢谢所有的这个透过这个媒体朋友的镜头，谢谢观众的支持，对不对 ？Thank you. Thank you. 好好，今天已经不是里长里景送哦，哈、哦，是大家都很送了哈、哦。是，那请美道姐呢？美道姐才是真正所谓的娃娃音女神，对不对？所以也要谢谢所有的媒体朋友跟观众朋友。Thank you.Thank you， 好，那我们请这个最 man 的来 thank you 大家一下好了，美秀姐。Thank you， 心如呢？心如，多谢啦。对，请假我告诉多谢，因为这个大喜临门阵的成绩非常非常好哦。我们是不是也请导演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北中南的朋友们，就连我们在戏院看的时候，都可以听到左右两边的观众朋友们非常热烈的一起感受戏里面的每一个环节，甚至在三月六号在中国大陆都要上映了，把诸葛亮还有我们所有演员们的这种这么可爱、这么温馨的感觉要带给大家，对不对？对。是，我的问题是说，有没有希望大家来看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其实真的很感谢大家的支持，有很多亲朋好友其实已经看了两遍、第三遍，是，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这个成绩，因为我们知道今年过年的假期比较短，所以大喜临门今天有这个成绩，其实真的我们是蛮开心的，是，也觉得就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我昨天在北京。就是北京我们大喜临门昨天在北京首映，是，那也办了几场的这个特映会，是，结果发现大陆的好朋友他们也都看得懂，而且也很喜欢，就像我们在台北在台湾一样，就是一样跟着笑，一样跟着哭，没错，对，所以这给我们来讲，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肯定。那当然这个电影呢，也希望就是说我们的口碑可以持续发酵。那还没有进戏院看的，请大家动作要快一点。是，谢谢大家。对，谢谢，也要谢谢导演跟所有这个工作人员的努力哦。因为大喜临门，不管每一个镜头的运镜的过程，还有每一个人物的角色的串联，都充满爱的感觉，对不对，美秀姐？